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男人很喜欢？因为他打脸的事情自己说了三遍。你之前对他这么好，完全是在完成任务。任务？你对他也不是真心的。不是真心。你完全在利用他。完全的。好吃吧？爱妃，我们第一次成亲，我都有点紧张，你不要害怕。我不害怕呀。这位姑娘，能否把你手里的东西让给我？难得碰到我喜欢的，怎么可能让给你？我出双倍的价钱。千金难买，本姑娘高兴。那要是万金呢？万金呢？好了，真的好了，就剩下痒痒了。我困了，我先睡了。这是什么？蜜糖烧鸡啊。这鸡挺惨的。小姐这道菜做的真好，蜜糖烧鸡，起码烧字贯彻的很好。哎呀，我这不是刚学吗？我以后会做得更好的。好了，来，好了，辛苦我们爱妃了啊！我不会让你出事，也不会让你死。不要说如果。我信你个鬼！个鬼！个鬼！你这个。